咱正好打一个不需要资质的，您这种公司，你有股，你有什么，我都说我的管，我在干嘛上班去？那因为啥？我跟您姐姐还上班，我说上不了，我到时候我能公司，要不我说到时候要不然我再入股，要不然我再弄一个公司，我说他到晚的事，喂，天天也没少干这个家的，到时候所以都是男的。再小小无非。懂到技术什么的，也都好干啊，这都是。所以男的能认真管事，我跟你说，有可能是独立出去，都是男的领头，男的领头独立出去，带着你们，带着你跟金主。嗯。咱们都是独立出来一个公司。京东他是商业那种直销网的。京东销的是动漫。嗯，他家不太，比我还小一岁的。他销的动漫，但是他那个视频，像一过来的他都出手对。嗯。视频这一块儿，视频包括 PS， 他基本上也都这个视频跟 PS， 他做动漫他也得消消耗呀，他肯定也得涉及到三 D 的这一块的东西。但是回到当时他们老板发愁了，这干什么消的这个东西，在那儿干活去。他干了几年嘞？哎，一年不年，冬天，你看是不是冬天那个上班去的，上那啥地方？